我叫小周，今年18岁，我有一个梦想。只要有多的时间，我就会每天不停的画，不停的画。有时候画一画，可能就半夜一两点这种。我的未来梦想是就是靠画画为生啊。很多人都说画画这条路其实不好走，因为感觉没什么前途啊。可是我除了画画，其他也不会，所以我继续坚持这条路。我认识小周已经半年了，我知道他最近有一个计划。就是画网络上20个正妹，我觉得他画的还不错。目前已经完成6张了，总共要20个，然后现在还缺6个。如果你别笑了，因为他很好色，所以他讲话20个正妹。然后旁边这是画其中2个，如果愿意让我画的，觉得我作品还不错的，可以跟我联络一下吗？谢谢。